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。五够赞。来到了2月26号，今天两位小朋友比较晚上学啊、哦。你要不要那个？哎，你要不要那个？不要这么大声讲话。为什么不要那么大声讲话？因为等一下会吵到妈妈。吵到妈妈，妈在干嘛？睡觉。她为什么睡觉？因为她今天也不舒服。她也不舒服。被谁传染？被谁传染了、啊？对手，你为什么要传染给我们？对，你为什么要传染给他们两个人？嗯？啊？为什么？嗯？啊？小恩为什么要传染给我们？不知道。只是给你们，因为我还没有，我只是一般的过敏性咳嗽而已。简单的说，那就你妈说的叫做气喘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哦。嗯。那你应该要去看医生啊。之后我们就在家里写功课，上家教。上学。在家里写功课。我今天放学的时候，妈妈叫我去那个学校附近的美容院。干嘛？她在那里洗头啊。哇塞，那么危险哦！你在哪里？哪里看美容院？二楼的吗？是哦，是不是住他店楼上那个？对。是哦。然后你听说回家有吃什么东西？番茄还有高丽菜汤，嗯哼，是的，好，那小孩喝。然后下午的时候再吃一个蛋糕。对、啊，我只有吃一个蛋糕。这么惨，嗯，好，还有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好，那你们今天作业都写完了没？写完了。你在学校吗？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？没有。你没听说没有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然后什么事？就是我去的时候，老师没有发现我去啊，真假？而且还是在老师周围的人也没有，太夸张了吧？你那么大一只，没人发现你？因为我在前面，然后老师的座位在后面啊。你在前面，你在前面的意思是说你最高，应该大家都看得到你啊？没有人发现你去？没有啊，我是第三高的啊。第三高，是哦，这么可怕。第一高的是女生， uh-huh、原本是一个人，可是他转学了。嗯，你现在是第几？第三。你现在是原本是第四。哦，是，好，那这个我们呢，今天小何小乐呢，今天有点话悲啊，然后龙体欠安，他的妈妈也是如此。我的喉咙是那个对。然后我们再说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我们就准备下课。很有趣的事情是，小恩呢昨天晚上的时候呢，小恩昨天晚上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对梦游跑到厕所去，然后呢开了水龙头，不知道他到底要洗澡还是在干嘛，我就叫他回来，他就昏昏沉沉的走回来，然后呢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，然后他就又去睡觉，他自己去开。那我开灯吧。你有开灯？你在厕所有开灯？然后我们以为你要一下开去洗澡，真的是挺吓人的。重点是。其实我也睡着了，然后你妈叫我，快，丁国祥，你儿子去洗澡了啦。然后我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在睡觉啊，干嘛叫我？啊，我要一大早要上班啦、啊，好奇怪，你说对不对？嗯。干嘛？因为他自己看就好啦。我说有没有道理？没有。我说你妈自己去关注意你。那时候我没有发现我们有。你当然啦、啊，你当然没发现，这不是好心。你只要很累的时候都会这样子。小何也是一样，好，最后，哎、啊，哥哥以前很常抠脚、欸，哎，对，他会抠脚，他会自己抠自己的脚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听到圣经哦，那圣经呢，出自在约翰福音第13章，我通常都是在礼拜一跟礼拜天的中间，好，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，我们听，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好、哦，这句话是耶稣说的。来，他说什么？要我们要怎么样？四个字，答对就下课。爱。什么爱？你们。什么相爱？爱你们。不是，相爱的前面是两个字，什么？互相。不是，跟互相很像。彼此。
彼此相爱，懂不懂？你们两个兄弟有没有彼此相爱？有。有？真的有吗？真的。会不会吵架？不会。好，那我们跟大家说，拜拜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